《秦帝国第二部：国命纵横》第三章，西出杀语。起开！最先赶来的老人高喝一声：“路人遇难，有这等闹法吗？”都给我闭嘴！老人显然很有权威，一声大喝，众人顿时静了下来。旅正，先报官府吧。那个中年汉子。 歉疚的起了上来，低声出主意。在我地里头，报官自然要报，先把人抬到树荫下，别要晒死人了。来，快抬！中年汉子一招手，两个后生过来，三人搭手，将路边酣睡者平稳的抬进了松林，平放在一块大青石板上。这位酣睡者依旧烂泥般。 大放鼾声。老李正凑近打量，眉头大皱。好重的酒气。谁家凉茶来了？我这有。手里还拄着扁担的那个女人，连忙从饭筐里拿出一个布套包裹的桃核。老李正吩咐道：“你手轻，就给他喂。要不，我估摸他要睡死的。” 脸都赤红了。女人很欣喜的蹲下身子，将桃壶嘴轻轻对着酣睡者的嘴唇，桃壶稍稍倾斜，冰凉的茶汁便流了出来。奇怪，那火红烫,烫烫的嘴唇竟然像片干旱的沙土，丝毫不见动静，茶水却一丝不漏的吸了进去。女人倒得快，沙土就吸渗的快。 片刻之间，将大大的一桃壶冰茶吞了个一干二净。嘖嘖女人惊讶的炸舌：“快，谁还有？这人要渴死了！”立即有人应声，递过来两个大桃壶。女人如法灌胃，那酣睡者在片刻之间又吸干了两桃壶冰茶。围观人众不禁骇然。 目光不由一起去向老李正。老李正凑近酣睡者鼻息，听听闻闻，摇摇手道：“不打紧了，过会儿能醒来。”众人还未散开，便见那人长长的一个鼻息，两手伸展开来，打了个大大的哈欠，“啊、嗯，好风凉，好舒坦。” 眼睛悠然睁开一瞥，却突然立即闭紧，两手拼命揉着眼睛，揉的一阵，忽然坐起，睁开眼睛，左右一阵打量，又看看自己身上，不禁满脸涨红，琪琪哀哀道：“诸位，父老，我这这是在何处？我的我的衣服何在？”急得眼中要喷出火来一般。 老李正肃然道：“后生啊，我等瞅见你时，你正在这官道边野卧。老夫估摸你是酒后遭劫，被劫匪抛在了这荒郊野外。想想可是……”后生双眼死死盯着天空，腮帮咬的脸都变青了。渭水女人小声道：“李正，邪门。” 快叫叫他，是心疯了不得嘞！老李正摆摆手，我看这后生不是凡人，叫他静静。乞丐，不要围在这，各叠各饭去。众人不言声的散开了，眼睛却都时不时的瞄着青石板。良久，那后生从青石板上站起，默默的向老李正和众人深深一躬。 转身大步就走，老李正急步赶上拦住道：“我说后生啊，你有志气，老夫看得出。可你如此模样，走得多远，谁没个三灾六难？老秦人能看着你这模样走了？来，先垫饭，再穿一身衣服，老夫决然不拦你，咋样？”愣怔片刻。 后生又默默的一躬，跟着老李正走进了松林。老李正亲自拿来了几张干饼，几块干肉，一把小葱，一罐豆粥。后生，叠吧，莫嫌粗淡。后生二话没说，大嚼起来。吃着吃着，泪水断线般流了下来。老李正长长的叹息一声，向身边一个少年。 低声吩咐了几句，少年飞快的跑出了松林。半炷香的功夫，少年气喘吁吁的跑了回来，交给老人一个黑布包袱。老李正打开包袱，对后生道：“这是我大儿子的一身剑客衣裳，后生穿了，莫嫌粗简。”说着，一件一件的递到了后生手中，一件黑色麻布长衫。 两件未染颜色的本色裤褂，一双结实端正的厚底布靴，粗心的布色，将洗的平平整整。在老秦树民来说，这的确是上好的衣裳了。那后生没说一句话，拿着衣裳就走进了树林，片刻出来，已经变成了一个英挺的布衣柿子。要不是那铁青涨红的脸色，倒是。 另有一番精神。后生手中捧着自己那两件汗污不堪的丝绸裤褂，与那双企花细布袜，恭敬地向老李正一躬，将手中衣物放在了老人面前，转身便走。后生，慢走。老李正拿着衣裳过来，后生啊，这两件衣裳你自己带着，万一不济就卖了它。 丝绸的，二十个斤半两差不多，也值几顿饭钱。后生看看老人手中已经包好了的衣裳，也不说话，便接了过来。老人又道：“后生啊，老夫是李正，得说两句官话。如何处置，你自思量了。依的秦法，路人遭劫，但凡路遇知情者，须得报官。” 你是酒后遭劫，老夫估摸你有难言之隐。你说，我等报官不报？报官，你就得随我等到咸阳令官署，追问你的误事；不报，你就不能说自己遭了劫，得吃个暗亏了。你司某咋个办好？老夫绝不为难你。 后生略一思忖，坚决的摇摇头，显然是不要报官的意思。老李正点点头道：“老夫晓得了。你早，咱是谁也没遇见过谁。”后生却深深一躬道：“老人家，我乃洛阳人士，名叫苏秦。多蒙你救我大难，容当厚报了。” 这是面前后生第一次开口说话，老李正沟壑纵横的古铜色脸上，不禁荡出了一丝笑意。老了，记不得那么多了。你走。苏秦咬咬牙，转身大步走了。这个老李正真是个风尘人物，若在平日，苏秦定要和他结个忘年知己。然则。 穆家落魄如此，却只能匆匆走了。虽然没有问老李正名讳，但苏秦永远都会记住咸阳北板的这个村子，记得这片松林的。日后能否报答老人，只有天知晓了。穆家燃眉之急是如何度过这道难关？苏秦很清楚，抢劫他王车的这批人绝非寻常盗贼。 他们早就离开秦国，隐匿的无踪无影了。秦国官府如何缉拿他们？一旦报官，非但麻烦多多，苏秦说秦不成，醉酒遭劫，也会成为天下丑闻，岂不是生生的毁了自己？唯一的选择，只能隐忍不发，自己了结这场灾祸，再图去处。 看看，进了北板小道，苏秦没有立即进咸阳城，他找了路边一片小树林，躺在一块石板上，假寐沉思，想着想着，又朦胧睡去了。直到日落西山，北板一片暮色，苏秦踩出了小树林，匆匆进了咸阳城。北门街市内车马行人很少，这里是老秦人居住区。 不比上商坊，入夜行人稀疏，车马罕见。苏秦一个人急匆匆行走，分外的显眼。走走问问，过了几条街，才见一片客域外风灯高挂，行人稍多了一些。仔细一看，正是长阳街道了。苏秦驻足打量，已经看见了前面不远处风灯上“岳阳客域几个大字，也看见了在大门前。 招来客人的女店主的身影，却只是站在灯影里，踌躇不前。过往行人，都要奇怪的瞄他一眼；几家客寓门前的迎客侍者，也都不断的向他打量，只是没有一个人邀他入店。思量老站在这里也不是办法，苏秦终于硬着头皮向玉阳客寓走来，看看离女店主只有几步远了。 可他竟然没有看见自己，只顾向街中车马张望着。苏秦 <coughs> 很响亮的咳嗽了一声：“哟，嫩般粗野，好吓人！没瞅这是啥地方？你家炕头吗？”女店主一连串唠叨着，转过身来，却猛然僵住了：“你你你，你是谁呀、啊？”苏秦勉强笑着。 大姐，不认识客人了。哪里敢哦！女人两只眼睛滴溜溜转，笑得亲切极了。有班粗人，天黑便不规矩，我也是怕。先生，到北板早村去了吗？一身布衣，多洒脱。如何不见你的车？在后边吗？我去赶车。不用了，车送一个老友了。苏秦冷冷笑着。 向客寓大门走去，啧啧，多好的车哦！先生出手好阔也。女人脸上笑，嘴上说，眼睛还向街面飞快的打量，看周围确实没有车来，一溜碎步跟了上来。先生没喝碗汤吧？我去叫人准备。不用了，苏金摆摆手，我要离开咸阳，片刻后你来对账。先生客气了。 先生慢走，金三在修洁居收拾呢。先生沐浴休息一会儿再说。待苏琴走进庭院，女店主对前庭一个年轻侍者轻声耳语了一阵，年轻侍者匆匆出店去了。那个木讷朴实的男士金三，刚刚将房间收拾完毕，苏琴便回到了修洁居。金三小心翼翼道：“先生气色不太好。” 是否酒后受了风寒？要不要我去请个医官来？苏琴见他显然没有任何疑心，淡淡道：“不用了，有热水吗？我沐浴一番。”现成的，先生稍待，我立即去挑来。说完，匆匆去挑热水了。金三一走，苏琴立即打开两只大箱，翻了起来。 这是两个上好的楠木大箱，一个是衣箱，一个是文箱。衣箱是大嫂与妻子收拾的，文箱是苏代苏丽收拾的。来到咸阳，苏秦只打开了几次文箱，拿出了最上面的几卷竹简和几张羊皮纸，并没有仔细翻检过。他目下最关心的是箱中有没有金钱。 苏秦出门时说定的只带百斤，按照大哥的商旅阅历，这一百只金饼分作三处，放置在车厢的三个暗箱中。函谷关与燕姬换车，金饼原封不动地转移了过来。自西周以来，王车的打造规格从来不变，车中暗箱的位置也都是统一的。大哥叮咛过，这一百斤都是家传的殷商金。 金饼上有商王铭文，每斤足抵十多个战国流行的金饼，一百斤足当千金之多。目下这些金饼自然不去想了。苏秦想看看衣箱蚊香里有没有大嫂他们放的零金。翻到衣箱底层，苏秦看见了一只皮带，手一碰，便知道是金币，拎出来，哐啷。 倒出一数，却只有二十个。再翻蚊香，只有十多枚魏国的老刀币。苏秦知道，那是因为他平日喜欢收藏刀币，苏代带,带给他，赠送同好用的。正在苏秦翻捡的满屋都是凌乱物事的时候，院中响起了沉重的脚步声，应该是金三挑水来了。苏秦连忙。 将金钱放进箱中锁好，打开了房门。先生，我在门外，有事唤我了。金三将热水添好，拉上房门就要出去。金三，这运盐客玉日金几多啊？苏秦一副不经意的样子，看如何说了。金三低着头，这修洁居每日一到两斤。好了，随意问问，你去。 待金三出门，苏秦到里间沐浴，泡在热水中，顿时一身大汗，浑身瘫软了一般。苏秦思忖，自己在这里住了几近两个月，少说也得五十斤，如今手边只有二十斤，差得太多。随身值钱之物也都没了，那些衣物虽是上好，可也得看人家认不认。看今日街市上情景。 这个女店主似乎也不是个善主。是啊，人都如那劳李正一般，也就没有这利欲一说了。苏秦啊，苏秦，你当真是命贱时乖呀、啊！说秦不成尚不打紧，如今偏偏遇上了这帮冠冕堂皇的车之劫匪。苏秦自咕咕坠地，从来没有体察过缺少亲情的滋味儿，方得出山。 正在雄心万丈之时，竟突然遭遇了这匪夷所思的事端，一夜之间沦为赤手空拳的布衣穷汉，还真有些乱了方寸。沐浴完毕，苏秦觉得精神稍许好了一些，他换了一身新的内衣，外边还是穿上了那件布衫，方得收拾妥当，听见门外脚步声，仔细一听，却是两个人的脚步声。 哟，先生精神气色好多了。女店主笑脸盈盈，身后却没有别人。大姐，对账，我该给你多少斤？苏秦看着这笑脸，觉得别扭，毫无打趣的兴致。不多不多。女店主笑盈盈站在那里，一双眼睛却在房间滴溜溜转。人家魏国白氏的魏风古玉。 一日十斤，我这一日值两斤，先生住了五十三日，全座五十日计，也就百斤之数。店小情薄，先生见笑了。好说。苏静心中暗暗一惊，果然是个毫不通融的厉害女人。如果自己不遭横劫，要说迟付一月，那女人肯定还巴不得。可如今不同。 这女人好像知道了甚事，那副神情显然是要立马对金，只是不知晓自己囊中底细，先行客气罢了。自己若显出底气不足，只怕今日大事尴尬。想到这里，苏锦悠然一笑：“倒是不多，然则我的金匣在车上，有人赶车办件急事去了，先兑你二十金。” 一个月后再加你百金，如何？哟，先生真是阔主。女店主虽然还是一脸笑意，却不屑的撇了撇嘴。我这小店可是负债周旋，不敢赊账。那一个月后的利头，小女子也不敢贪。秦国新法，诚实交易，暴力有罪，诈伤有罪嘞。话语之中隐隐的。 带了些许威胁。苏秦虽是商家出身，对商道却大是生疏，对此等商人更是捉于周旋，听得女店主笑语不善，面色顿时涨红。那就对，除了我的蚊香，一应物事都给你。哟，<Yo! S 2> 女店主笑脸顿时带了嘲讽，先生，当我这是南师大吉？ 羊皮换狗皮嘛，住我这店的客人可没有拿东西抵账的。小女子倒是有个主张，先生愿不愿听？苏秦点点头，冷着脸没有说话。先生若能找个官员给我招呼一声，也就罢了；或者有个山东商人也成。没有。苏秦脸色铁青。 我认谁也不认识，你自己看。那些物事够你了。女店主咯咯咯笑了，呵呵，也好。只是小女子不晓得贵贱，我叫报大账的先生进来看看。说罢，向外高声道：“先生进来。”话音落点，一个胖乎乎、矮墩墩的中年汉子推门进来，也不像苏秦坐礼。 只对女店主一躬身道：“请女主吩咐。”女店主笑道：“没甚事，先生将先生的这些物事捡捡看看，估个价，看值几多。”黑矮胖子眼睛一瞄，便知屋中两口楠木大箱是要捡看的物事，上前先打开衣箱，一件件抖落，末了淡淡说了一句。 大体值得二十斤。说完，要来翻检另一只木箱。苏秦啪的一拍箱盖：“这是蚊香，不许动。”又冷冷一笑：“你识得好赖吗？仅那件化雪于三尺之外的貂皮斗篷，就值得五十斤，先生所言乃是市价，若先生拿去南市卖了，再来对账，此事另说了。” 黑矮胖子也绷着脸，冷冰冰的。哟，女店主咯咯咯笑道：“小女子原是只喜欢对金，不喜欢这些物事抵账。算了算了，衣裳先生还得穿不是？先生就对金算了，多干净啊！”苏秦咬着牙冷冷道：“不说了，都给你们了账。哟，差那么多，如何了账啊？” 先生，我还是剪剪这只木箱，蚊香有甚用？不值钱。黑矮胖子说着，径自打开蚊香。苏金脸色涨红的出血一般，生生咬紧牙关，拿出了那几卷竹简，抱在怀中。那些都给你。黑矮胖子边剪边抱，羊皮纸五十张，白剪一百只。 刻刀两把，零笔十支，玉砚一口，老刀币二十枚，铜管三只。没有了，大体值得十斤罢了。听得这喋喋不休的念叨，苏秦只是心头滴血。他的蚊香可说是件件皆宝，那羊皮纸在战国时期是极为贵重的文房至宝。 一张至少值得一金，二十枚老刀币已是古董，至少也是一枚一金，更不要说玉燕灵笔了。可是，自己能拿到市上去卖吗？能去做天下笑柄吗？既然不能，就得忍耐，就得听任这般屈辱。骤然之间，苏秦仰天大笑。 一脚踹开房门，抱着竹简，扬长去了。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